离开台东前，先来好厨师饭帮带个便当。地址位于台东县台东市中兴路2段396号，营业时间是10点到13点及17点到19点，电话是089230896。啤酒，你们那两个披萨啊？对啊，两个披萨，两个可以拍好了。哦，啊，一个腿牌，一个披萨啊。啊，那个腿牌是什么样子的、啊？这个。哦，那鸡腿啊，我以为是那个像鸡排一样的。来台东玩近中午时分，几乎都会来好厨饭包而带便当，便当的 CP 值很高，尤其米饭真的煮得很棒，特别的调味及腌料让肉类美味大大提升，价格亲民的鸡腿便当，鸡腿够大且菜色丰富，难怪大部分的人都点鸡腿便当，应该是好厨师的招牌菜吧。好厨师饭包，它的招牌是鸡腿。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